的律师哈、哦、叫我告人家，我这个身份哈、哦、骂来骂去也不适合，这降低我们的格局。不管你几岁，一定要讲到解冰刀，看懂、看透跟看破三要件。网友留言说：“年轻人看你应该没。”连千一开始一小时讲到麦没电，网友嫌弃别挡住昆尼内裤。让我们一起。把背后跳下来，然后把那个是背后跳下来。啊，背后跳。好的，全部通通冷静。连董六号直播迟到半小时，秀了20分钟的美背，吊足观众胃口。阿说好的昆尼回归，所言不假哦。嗨，咪娜粉红帮哇，我是常爱昆尼日文女神，全台最性感的日文老师。大家想要学日文的话，可以私讯我哟。啊，私讯我啊，哇，私讯我。啊，一个钟头多少钱？啊，一个钟头多少钱？看程度啊。看程度吗？对。像我这一种基础班的呢，1小时1万。1万吗？对，友情价。来一位阿祖啊，体能爆棚啊，整天加等你。金南美工刀，你说99加1。99加1。哎、欸，来，没有美工刀，我有西瓜刀来。这西瓜刀不要碰到啊、哦。这个拿回去送妈妈，拿去切西瓜来。好、哦、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女生哦，出门哦，就是要带一条这个，来带一条，出门要带这一条，带一条。你身上这一条直接给她，我身上这条直接送给你。对，还有你的 LINE， 还有你的电话号码，还有你家的地址，全部都给人。不用知道我们家地址的，在那边闹闹什么闹？来，拿着吃，我还喂你耶。观众说叫我不要挡住昆尼的内裤，好，来，可以，我绝对不会挡住昆尼小姐的内裤。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，悬崖上的人谁会愿意接受这痛的意外。这两三年来我的脾气修得很圆，在直播我现在慢慢会转到幕后，其实我已经蛮厌倦在现在这一种网络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你混得好，别人看不惯你；混得差，别人看不起你啊。卖物件我较有介意，卖物件我是咧主持起完工，为着大家请我分红好食。这是讲哦，这几年啊，我做这门事业有一个基础在的，放掉怕算啦，无放掉伤忝啦。放人做可惜啦，所以讲有需要哦，无奈啦。不管你几岁，一定要行到一程度，看懂、看透跟看破三要件。足侪人就是存过水无痕，过桥拆桥崩，一点仔钱阮拢无咧小袋念，所以讲我坦白话啦，你前世较不如，认同拍认同。有需要叫兄啦，有需要叫名啦，要不掉的。我也不喜欢主动的去讲别人坏话。除非别人先讲我，我的律师哈、哦、叫我告人家，因为我现在哈、哦，我这个身份哈、哦、也不适合跟人家哈、哦，你懂吗？骂来骂去也不适合，这降低我们的格局。我的彭大律师哈、哦、很为我着想，他说：“连董啊，我直接哈、哦、撞一写一写告一告就好了，能够了解吗？”网友留言说：“年轻人，我看你应该没。”哈哈哈，刷10秒标题。